我今天办的是什么？刚退伍找到第一份工作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还泼主管一身咖啡的菜鸟。要去哪边报道？那智障脸真的太像了，把衣服也不扎好，扣子也不扣好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蔡哥，喜欢小粉红的蔡哥必须死。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活动。被盗笑 cosplay 是这个从日本流行过来的 cosplay， 就日常生活会出现的人。我觉得这主题非常有趣，大家万圣节的时候可以做。你为什么那么心虚？很荒谬。是我刚刚剪的，还有这个铅笔的痕迹。看这个帽子，用地胶贴，标准的蔡哥。你是那个死主管样哎，赶快把他的名牌别起来。毕业就进公司待了10年，新官上任就超刻薄，可以找被剥了咖啡的主管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出发出发，气势给我。我们长得比别人窝囊没关系，但我们气势要出来，死菜鸟的气势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你看，你做事也不好好做，眼睛不要一直眨。我最讨厌人家眼睛一直眨。抱歉，怎么办？我们解答，我们抵达了网红废到笑大赛。哎，今天刚毕业哦。毕业吗？我太像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会场了，我现在紧张到吃了会吐。在这么紧张的状况下，你还可以吃哦。我紧张好饿哎，幸亏我可以。你不喝酒？跟主管要的。办了一个蛮盛大的，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参加这种活动。谁想得到呢？想不到吧？你想不到吧？我以为你只是在学大陆人讲话。谁想得到呢？我容易吗？我来之前先过10万，不然就小咖。是。也算很小吧，还是很小，还是让我帮你冲破了10万，不是你帮我的吧？没有，后来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频道里争宠。有小粉红的时候，大家就没小粉红，小粉红只有妹妹的时候，大家说妹妹我爱你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那你们蔡哥来了，好紧张，我现在喝一点酒压压惊。你今天蔡妹耶，你杀出去堵蔡哥，默默的出现。他们现在空档，我今天就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你们两个好像。经典表情，1、2、3。好，谢谢。告诉我他今天扮什么？帅哥。那你今天扮什么？帅哥。傻眼，他怎么完全没变？我现在才发现。他吃醋哎，他很生气。所以我第二篇马上留言。你有关心到我？有，因为我看你上吐下泻，我心里觉得不舍。真的，我认真在看呢。拜拜。我想要跟你讲台语。香港话、广东话，外名字是演的，哇，口称我是东区，陈意涵，我名就我名就帮他翻译一下，他想要听我唱歌，用台语翻，你喜不喜欢唱歌啊？你为什么才讲那么流畅？因为我们家从小都讲台语，苗栗不是讲客家话吗？有分海鲜跟山鲜，我们是海鲜，所以是闽。分呐，米头头，米头头是什么来着？越南话，我头头。你知道我在安顿谁？米头头，某呀某呀，臭手波吗？你在讲叉烧包吗？对，你蛮高的，比你片大小都没有很多。你个人真的比较好看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化妆的时候再看？你敷面膜唱歌会有皱纹。谢谢你比我还在意。谢谢燕婷姐，感谢。莫名其妙就是一个专访是怎么样？宝无你也知道。小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同事超爱看你，真的假的？他所以是真的买新的，买新的，他们秀自己的，对啊，很感人嘞，勿忘我，步步高升，百事可乐会不会透过去，然后都在你身上，妹妹，勿忘我，毕业快乐。这活动办得很用心啊，还让我们夹娃娃，可惜姐夫没来。好，只要是夹夫都很绕塞，你今天一整身都很绕塞，哎，没有姐夫你就不行了，哎，这种宝夹的他都还夹不到。也太稳了吧！安慰奖是一杯咖啡，工作人员刚刚跟我讲了。你为什么会夹紫色？他这边都有写了。骗我就要夹这个，不要夹紫色，不要夹紫色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不要夹。哦，哇，蔡哥好强，蔡哥好强，甩一波。两个，我们夹了两个，一箭双雕。如果剪片很难，他会帮我剪吗？如果他是帮我上课，我会很火大。我不需要人家上课。老板在了，你要什么颜色？他没有直接给我们，他没有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，然后我还夹不到。哎，我超不会夹娃娃的啦，夹一次耶！好嘞，要。你好。
好，瓜姐，议员好。你都是用 GoPro 拍哦？因为我不想拿太重啊，太辛苦了。你好强哦！他没有想象中的高啊，那、欸、你没有想象中还小哦。我们还买你们的 T 恤、欸，这哪是？这什么鬼啊？还用 T 恤？哎，这很像哎、欸，很好，很好。现在活动正式开始了。耶、yeah, ，好，掌声鼓励！我真的会被刮面笑死。看不太出来，但背面大家就会蛮明显哦。这个叫做。就是一个上完厕所的女孩子，但是裙子不小心被内裤吃掉了。而且她很棒，太羞耻。因为我本来今天有特别叫我的助理准备一件女用内裤，嗯，但我早上试穿之后发现真的很胖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男生女生的身体构造真的不太一样。我一穿上去，我觉得不论如何我如何努力夹紧，还是会有一些东西从两侧跑出来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还是不要胡闹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瓜吉到底怎么这么好笑、啊？现在进行到玩具大叠叠乐的环节。哎呀，一个，他一拳就可以把这些叠叠乐打爆。我们要快点去。你是妹妹吗？对，是妹妹。你要先还是后？先呐、啊，先呐、啊，男人都先的。男人都是先的。音乐 ，Go。好可怕。哎，我可以扰乱吗？小心！哎，这个会倒，这个会倒。游戏王三对，棒棒棒棒，轻轻上上，能上吗？不会起来啦！三度。脚一直夹，很紧，这样子。好玩吗？我都有在看，我不是只有挑有小粉红才看。你就是，我难得入住在这个频道里面。我现在帮那个所有的这个 A 粉讲说，那个 Arrow 大概在两个礼拜后就开始全职，一个礼拜至少会发三部影片。你不要乱讲话，大家不用再等了。好，你不要乱讲。老板看得到吗？老板会看。之后如果破百万订阅的话，大家的 IG 都会公开来。你只是想要私下要他的吗？要不要讲那么清楚啊？老板就先公开老吴的。老吴的大家应该想要吧？他最不想要啊！大家怎么会想要我？透过老吴可以找到妹妹小粉红，可以一起说拜拜吗？拜拜。三位来访问一下，我心满意足，有看到瓜吉又换人了，又非常开心。我是网红吗？你不是，你就是一个网人。没有，就算我过去不是，但是我参加这个我就变网红。没有，我觉得 VS Media 办这活动蛮有意义的，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商业的行为，但是它就是让网络创作者各自的交流。我来之前可能认识两个人，现在我都大概都认识四个人。对，这次的活动很开心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蔡哥必须死，拜拜。